不知晓情分，此前结果如何？真真急死人，偏偏如此，又爱咱去拔出现场，将反而造成许情分的压力。咱查探幸福店又无休息，就静静在此等待，重新得出因的安排吧。哦，许情分，你算上个正当，提醒，快将许情分扶好休息吧。是。得知出现血清分，怎想你如此严重？比是不是应该点到为止吗？天道做认定对家条件，想想如此。这个天道做孤军心机，去命灭如烟，都发如此顶尖，血清分也算败得不完了。朋友惊涛及时出手，我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就是因为你早已算到天道做的临时对家条件，我才已做准备。我原先估算就会战果第三场，初前方交予血清魂应战，就是血清魂精炼剑法之机。虽是小雷无相都已控制，但身处两大刀下对战之中，相信对血清魂本身大有帮助。血清魂要真是乖乖接受道士的安排就可啊。王慧道士，你先前提醒伊咯，哈，而初则是血清魂对自我的要求，唔肯妥协的坚持，若唔是如此，伊怎能如此连笑，就成为圣龙五赛之？确实，为志强意志，无可能摆脱李无相的刀意控制。接下来的第三战，就由我亲自应战。这个天道主心有目测，有心机沉淀。就是要小心应对。我有打算，何况圣龙战袍在身，青龙无所畏惧。看来你有决心，众人也最好准备了。在此之前，我要先离开三天，找一个人。就是要找好人，回报神功涅槃。要设备王，青龙子暗夜行路，有真往顶峰机。就在月华之下，一道人影悄然现身，有飘直击青龙子。紧张紧张，这月影随上青龙子，伊有何意图？伊甲青龙子之间又有何牵连？要是被蒙星蒙点点，我花之下，青龙子暗夜行路，有神往顶峰机。失去。银狐之杀。盖关修，青龙踏破平，一响一逼，惊动来云公子。随即，英雄的将飞将，来交夫君。寒光映照雪月影，是你，是，好。